京时间17点整，大连 FM 90.6，沈阳 FM 106.8，葫芦岛 FM 88.4，辽宁资讯广播，自在调频，暖心开启。把烦恼甩在一边，让快乐遥遥领先，给心情穿上绚丽的多巴胺，让生活的齿轮转动万千。辽宁资讯广播，和你一起一路阳光，一路向前。购物就是选择题，辽宁资讯广播超级甄选，真正的公信购物平台，人我有，人有